个船也蛮一家的，后来卖掉。后来那个被日本撞的那条船呢，后来他也没赔钱。去那个钓鱼台事件那个被日本钓，那个船也死掉了，他就在船。是那个事件吗？还是另外？没有，他那时候就寄港，但水帘洞的港太小，那寄港寄在这里。这是新的啦，之前没有，之前要过去翻过来。